我已经设想过很多次离别了，天王蓝舞真的要结束了吗？那先让我谢谢所有台前幕，哎呀妈呀，台前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一路陪我到这儿，走南闯北的，坚持到了今天。然后谢谢，最后一场的场地方和所有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，才能顺利今天的天王蓝舞全部收官。最后就是谢谢在座的每一位，本尼，我不知道你来了多久，还有之前所有来过看过天王蓝舞的人啊，给你们添了不小的麻烦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平静很多了。我觉得告别不要拖泥带水，对不对？因为了预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见呐、对，下次还会相见的，好吧？九月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别超多钱。因为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美，必须藏着真话。就钱全部准备，看字。我们的剧，把自己照顾好。是我们的流浪。还没到天涯海角，就让我回到最孤独的城堡。答应我下旬，你千万别迟到。